第一课，田芳去哪儿了？一，课文。一，田芳去哪儿了？喂，是田芳吗？田芳不在，是张东吧？阿姨，您好，田芳去哪儿了？他四点多就去同学家了，他的一个中学同学要出国。他去看看他。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他没说，你打他的手机吧。我打了，可是他关机了。是吗？你过一会儿再打吧。阿姨，田芳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二，他又来电话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饿了吧？快吃饭吧。啊，对了，张东给你打电话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他来电话找你，说打你的手机，你关机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忘开机了。快，电话又响了，你去接吧。喂，张东。下午你给我打电话了吧？打了，你怎么关机了？对不起，我忘开机了。下午你做什么了？我去踢足球了。今天我们跟留学生代表队比赛了。你们队又输了吧？没有，这次我们赢了。几比几？2-1。祝贺你们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问问你，你不是要上托福班吗？报名了没有？已经报了，你是不是也想考托福？是，我想明天去报名，你陪我一起去好吗？好的。二，生词。喂，阿姨，了，中学，出国，出，打，打电话，关机，关，饿，对了，忘，开机，开，又，想，接，踢，比赛，对，输，赢，比，祝贺，哀，上，托福，已经，考，陪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操场，草场。比赛，闭塞。祝贺，处所。已经，语境。托福，托付。足球，初秋。二，多音节连读。打篮球，打排球，打网球，打羽毛球，打电话，打招呼。三，朗读。快来，快跑，快走，快看。再来，再买，再看，再练。又来了，又买了。
又看了，又练了，打电话了，接电话了，去同学家了，踢足球了。回家了没有？去商店了没有？看比赛了没有？买 U 盘了没有？还没回来呢，还没去呢，还没看呢，还没买呢。第二课，玛丽哭了。一，课文。一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肚子疼得厉害，在家吃了两片药，还不行。拉肚子了吗？拉了。昨天吃什么了？就吃了一些鱼和牛肉。喝什么了？喝了一瓶啤酒。发烧吗？不发烧。你先去化验一下大便，然后我再给你检查检查。好吧。化验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大夫，我是不是得了肠炎？我看了化验结果，不是肠炎，只是消化不好。先给你开一些药，再给你打一针。这药怎么吃？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，饭后吃。二，玛丽哭了。玛丽，你怎么哭了？病了吗？不是，想家了。因为感到寂寞，所以心情不好，很难过。别难过了。你不想家吗？我也常想家，但是不感到寂寞。我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在家时我们常常一起玩，所以感到寂寞时总想他们。今天晚上礼堂有舞会，我们一起去跳跳舞吧，玩玩就好了。什么时候去？吃了晚饭就去吧。你在宿舍等我，我来叫你。好吧。二，生词。病人，肚子，厉害，了，片，拉肚子，拉，鱼，牛肉，化验，大便，小便，检查，结果，出来，得，肠炎，消化，开，开药，打针，后，哭，寂寞，所以，难过，别，礼堂，舞会，跳舞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肚子，兔子，大便，答辩，结果，接着，消化，笑话，感到，看到，但是，当时，舞会，误会，厉害，厉害。二，朗读。头疼，牙疼，肚子疼，
头疼得很厉害，牙疼得很厉害，肚子疼得很厉害。别说了，别哭了，别喝了，别睡了，别看了，别去了。检查身体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了一下。感到寂寞，感到高兴，感到不舒服。第三课，我吃了早饭就来了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吃了早饭就来了。张先生，这么早？是啊，我吃了早饭就来了。我也是，接了您的电话，8:30就到这儿了。上次您看了几套房子？看了3套都不太满意，有的太小，有的周围环境太乱。我再带您去看几套吧。这几套房子厨房卧室还可以，但是客厅面积小了点儿，有没有大一点的？有，楼上18层有一套，客厅30多平米，咱们上去看看吧。这套房子下午就没有阳光了吧？是的。我还是想要上下午都有阳光的。二，我早就下班了。怎么现在才下班？我早就下班了，路上堵车堵得厉害。我下了班就往回赶，到现在才到家。你今天看了几套房子？看了7、8套，有一套我觉得不错，等你休息的时候再一起去看看。要是你也满意，咱们就租了。房租多少钱？1个月5000块。怎么这么贵？虽然贵了点儿，但是房子真好。周围环境怎么样？环境特别好，西边是山，山下边有一条小河，河边是一个很大的公园，周围非常安静。交通方便不方便？交通很方便，楼下就有公共汽车站，坐车10分钟就到公司了。汽车站旁边就是地铁站。附近有学校、医院和体育馆。二，生词。套，房子，满意，有的，周围，环境，乱，厨房，卧室，客厅，面积，层，平米，平方米，上去，阳光，还是，妻子，堵车，赶，财，钥匙，租，房租，虽然，真，条，和，交通，方便，公共汽车，站，车站，旁边，地铁，附近，体育馆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钥匙，钥匙。周围，守卫。环境，
干净，方便，方面，附近，父亲，阳光，眼光。二，朗读。我6点钟就起床了。他7点钟才起床。练习他1个小时就做完了。我2个小时才做完。坐飞机1个小时就到了。坐火车4个小时才到。明天我吃了早饭就去医院。昨天我吃了早饭就去医院了。明天我下了课就去看他。昨天我下了课就去看他了。第四课，我都做对了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都做对了。你今天考得怎么样？这次没考好。题太多了，我没有做完。你做完了没有？我都做完了，但是没都做对，做错了2道题，所以成绩不会太好。语法题不太难，我觉得都做对了。听力比较难，很多句子我没听懂。我也不知道做对了没有。我的词典呢？我没看见你的词典。你找词典干什么？我查一个词，看看写对了没有。糟糕，写错了，是这个的，我写成这个的了。别查了，休息休息吧。快打开电脑，看看电视剧吧。我的衣服还没有洗完呢。还得给我妹妹回信。看完电视剧再洗吧。二，看完电影再做作业。吃完晚饭，我和玛丽回到宿舍。玛丽说，田芳借给她一本书，书里都是小故事，很有意思。我问她，你看完了没有？他说，还没看完呢，才看了30页。我问玛丽，都看懂了吗？他回答，有的看懂了，有的没看懂。可以让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看了2个故事。也觉得很有意思，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想笑。我对玛丽说，咱们可以用这些故事练习绘画。玛丽说，怎么练习？我念完一个故事，问你几个问题，看你能不能答对。你念完一个故事，也问我几个问题，看我能不能答对。玛丽说，这是个好办法。我念了一个故事，玛丽听懂了，问了她5个问题，她都答对了。她念了一个故事，合上书，问我听懂了没有。我说，有的地方没听懂。他打开书，又念了一遍，我才听懂。他也问了5个问题，我答对了4个，答错了1个。我们还没有练习完，就听见安娜在门外叫我们。我开开门问他，
什么事？晚上礼堂有电影，你们看吗？什么电影？是个新电影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田芳说，这个电影非常好。想看，但是我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呢，课文也读得不太熟。安娜说，我也没做完呢，看完电影再做吧。说完，我们三个就去礼堂看电影了。我们看到9点才看完。9点半，我才开始做作业。做完作业已经10点半了。二、生词。考试。题。完。到。成绩。句子。看见。见。干什么。干。词。糟糕。成。回信。故事。有意思。夜。笑。绘画。念。答。办法。合上。上。打开。听见。作业。熟。专名安娜。四、练习。一、语音。一、变音变调。考试。好事。故事。古诗。地方。地方。办法。方法。糟糕。草包。橘子。句子。二、朗读。回到了学校。回到了宿舍。回到了家。找到了人。关上门。关上电视。开开门。开开电视。洗完了。喝完了。读完了。看完了。买到了。听到了，看见了，听见了，看懂了，听懂了，做对了，说对了，做错了题，写错了字，看错了时间，打错了电话。看完了没有？做完了没有？做对了没有？写错了没有？没有看完，没有做完，没有做对，没有写错。第五课，我来了2个多月了。一、课文。一、我来了2个多月了。我来了2个多月了，对这儿的生活差不多已经习惯了。不过有的地方还不太习惯。总觉得这儿的气候特别干燥，宿舍周围不太干净。也不太安静，食堂里的菜太油腻。我每天早上7点多才起床，所以
常常没时间吃早饭，喝杯牛奶就去上课了。不过，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可以去喝杯咖啡，吃一块点心。中午，我去食堂吃午饭，因为吃饭的人很多，所以常常要等四五分钟才能买到饭。吃完饭，我回宿舍看书或者听一会儿音乐。中午我从来不睡午觉。下午有时候上两节课，有时候自己学习。四点以后我去体育馆锻炼身体，跑步、游泳、打球，或者跟老师学打太极拳。我很喜欢运动，每天都坚持锻炼一个小时，所以身体很好。晚饭后，我常常散一会儿步，有时跟朋友聊聊天，然后就开始复习功课，听半个小时课文录音，练习绘画，预习生词和课文。生词要记住，课文要念熟，所以每天晚上一般要复习预习两三个小时，常常学到十一点多才睡觉。我每天都很忙，但过得很愉快。我很感谢父母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来中国留学。原来打算学一年，现在我觉得一年时间太短了，准备再延长一年。二，我每天都练一个小时。你好，王老师，每天都起得这么早吗？对，因为我练气功，所以每天五点多就起来了。练了多长时间了？已经练了好几年了。每天练多长时间？不一定，有时候练一个钟头，有时候半个钟头。效果怎么样？挺好的，练气功对身体很有好处。以前我有好几种慢性病呢，高血压、失眠，坚持练了几年，我的这些病差不多都好了。你也来练练吧。练气功必须坚持天天练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行。我也很想练，但是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。二，生词。生活，差不多，习惯，不过，气候，干燥，干净，菜，油腻，牛奶，课间，快，点心，从来，午觉，游泳，散步，功课，记，住，一般，感谢，父母，机会，原来，延长，练，气功，好，不一定，钟头，效果，挺，好处，坏处，慢性病，高血压，失眠，必须，打鱼，晒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不过，不可，从来，
重来，一般，一半，功课，工科，游泳，有用，感谢，改写。二，朗读。一秒钟，五分钟，一刻钟，半个小时，半个钟头，一个小时，一个钟头，半天，一个上午，一个下午，一个晚上，一会儿，三天，一星期，三周，半个月，两个月，半年，一年，五十年，一百年。第六课，我比你更喜欢音乐。一，课文。一，北京比上海大吧？田芳，上海怎么样？我想坐火车去上海旅行。上海很好，这几年变化很大。今年暑假我还在那儿玩了一个多月呢。我一个同学家就在上海。上海比北京大吧？不，上海没有北京大，不过人口比北京多。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。这几年增加了不少新建筑，现在比过去变得更漂亮了。上海的公园有北京的多吗？上海的公园没有北京的多，也没有北京的公园这么大。上海的冬天是不是比北京暖和一点儿？上海不一定比北京暖和。可是我看天气预报，上海的气温比北京高得多。是，上海的气温比北京高好几度。不过因为屋子里没有暖气，所以感觉还没有北京暖和。上海人家里没有暖气？一般的家庭没有，不过旅馆和饭店里有。二，我比你更喜欢音乐。王老师，你喜欢音乐吗？喜欢呀，我是个音乐迷。我电脑里光交响乐就下载了好几百首呢。我也很喜欢音乐，也许比你更喜欢。你喜欢古典音乐还是喜欢现代音乐？我喜欢古典音乐，喜欢听世界名曲，还喜欢听民歌。我也喜欢古典音乐。你喜欢流行歌曲吗？怎么说呢？可能没有你们年轻人那么喜欢。我觉得流行歌曲的歌词没有民歌写得好。有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写得还是不错的。可是我还是觉得民歌的歌词好。你听咱们的民歌，在那遥远的地方写得多好。二，生词。变化，变，暑假，还，比，人口，最，城市，增加，建筑，过去，更，漂亮，冬，冬天，暖和，可是，天气，预报，气温，高，度，
屋子，暖气，感觉，家庭，旅馆，饭店，谜，光，交响乐，下载，手，也许，古典，现代，世界，名曲，民歌，流行，歌曲，年轻，歌词，有些，遥远，专名，上海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城市，诚实，天气，电器，预报，易报，气温，趣闻，饭店，房间，下载，狭窄，名曲，名气，流行，旅行。二，朗读。歌迷，球迷，影迷，京剧迷，舞迷，高的多，大的多，好的多，多的多，漂亮的多。飞机比火车快，火车没有飞机快。田芳比张东考得好，张东没有田芳考得好。麦克跑得比我快，爱德华跑得比麦克更快。爱德华跑得最快。今天比昨天暖和，今天的气温比昨天高两度。第七课，我们那儿的冬天跟北京一样冷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们那儿的冬天跟北京一样冷。罗兰，你们国家的时间跟北京不一样吧？当然不一样，我们那儿跟北京有7个小时的时差呢。你们那儿早还是北京早？北京比我们那儿早7个小时。现在北京是上午8点多，我们那儿才夜里1点多。季节跟北京一样吗？季节跟北京一样，也是春夏秋冬4个季节。气候跟北京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北京的夏天很热，我们那儿夏天没有这么热。冬天冷不冷？冬天跟北京一样冷，但是不常刮大风。常下雪吗？不但常常下雪，而且下得很大。北京呢？北京冬天不常下雪。二，我跟你不一样。玛丽，这次你考得怎么样？还可以，综合课考了95分，听力跟阅读一样，都是90分。口语考得不太好，只考了85分。你呢？你比我考得好，我的阅读跟你考的一样，综合课和听力课都没有你考得好，只得了80分。
听写我没考好，有的汉字不会写。好了，不谈考试了。我问你，周末有什么打算？出去玩吗？出去。最近我常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。是吗？你怎么对历史产生兴趣了？学了京剧以后，我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。有一天，我在书店买到了一本画册，是介绍中国历史的。看了以后，就想到历史博物馆去看看。你打算研究中国历史吗？不，我只是对中国历史感兴趣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喜欢老的，我喜欢新的。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切都很感兴趣。二、生词。国家、一样、时差、夜、季节、季、春、春天、夏、夏天、秋、秋天、热、冷、刮风、风、下雪、下、雪、下雨、不但、而且、分、得、听写、周末、出去、历史、产生、画册、研究、指示、老、改革、开放、一切。五、练习。一、语音。一、变音变调。季节、拒绝、一样、异样、家乡、加强、气候、机构、指示、知识、一切、一些。二、朗读。这两个一样。这两张桌子一样。这两辆汽车颜色不一样。这两件衣服大小不一样。他考得跟玛丽一样好。他说的跟玛丽一样流利。我跟你一样喜欢唱歌。我跟你一样喜欢旅行。不但好，而且很便宜。不但会唱，而且唱得很好。第八课，冬天快要到了。一、课文。一、快走吧，要上课了。啊，刮风了，今天天气真冷。是啊，冬天快要到了。我不喜欢冬天，冬天太冷了。我喜欢冬天，我爱滑冰，也爱滑雪。我们家乡有山有水，是有名的风景区。夏天可以游泳，冬天可以滑雪，一年四季都有去旅游的人。尤其是夏天，山里很凉快，去避暑的人特别多。很多人家都靠经营旅馆、饭店发了财。我只会滑冰，不会滑雪。我真想到你们家乡去学学滑雪。你看，树叶都红了，红叶真漂亮。
等一下，我去捡几片红叶。别捡了，快走吧，要上课了。着什么急，还早着呢。你看看表，几点了？刚7:30。什么？你的表是不是坏了？哎呀，我的表停了，可能没电了，该换电池了。什么时间了？都7:50了，快走吧，再不快点儿就迟到了。二，我姐姐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山本，有什么好事儿了？这么高兴。我母亲来信了，她在信上高兴地说，我姐姐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上次你说你姐姐刚找到工作，怎么这么快就要结婚了？她未婚夫不愿意让她工作了。这么说，你姐姐结婚以后就不工作了？对。将来你也会这样吗？结了婚就不工作了吗？不，我喜欢工作。要是不让我工作，我就不结婚。二，生词。爱，滑冰，滑雪，家乡，水，有名，风景，区，旅游，尤其，凉快，避暑，人家，靠，经营，发财，树叶，树，叶，剪，红叶，着急，真呢，表，坏，哎呀，停，该，电池，迟到，好事，坏事，啦，母亲，父亲，的，结婚，离婚，未婚夫，未婚妻，将来，这样，那样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滑雪，化学，旅游，理由，经营，精英，发财，发呆，着急，召集，电池，电视，迟到，知道，愿意，原意。二，朗读。天热了，天冷了，下雨了，下雪了，不来了，不去了，不发烧了，头不疼了，冬天到了，快下雪了，春天来了，天暖和了，天气暖和了，夏天了，天热了，天气热了，秋天了，天凉快了，天气凉快了，要开车了，要下雨了，飞机就要起飞了，圣诞节就要到了，新年快要到了，学校要放假了。
该起床了，该吃饭了，该出发了，该下课了，该走了，该睡觉了。高兴地跟我说，着急地对我说，客气地对他讲，愉快地工作，努力地学习，快乐地生活。第九课，快上来吧，要开车了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给您捎来了一些东西。王老师吗？我是小林。啊，小林，你不是到台湾开汉语教学研讨会去了吗？我开完会回来了，昨天晚上刚到家。我回来的时候，经过香港，到小赵家去看了看。是吗？小赵好吗？挺好的，他让我向您问好，还让我给您捎来一些东西，我想给您送去。谢谢，我过去取吧。不用，我正好要下楼去，顺便就给您带去了。那好，你过来吧。王老师，这是小赵带给您的东西。辛苦你了，小林，还麻烦你跑一趟。外边冷，快进屋来坐吧。不进去了，我爱人还在楼下等我呢，我们要出去办点事儿。我送送你。不用送了，请回吧。慢走。二，快上来吧，要开车了。下边的同学快上来吧，马上要开车了。老师，我不上去了，我到后边的五号车去可以吗？我朋友在那儿。你过去吧。玛丽怎么还没上来呢？她忘带照相机了，又回宿舍去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她跑来了。玛丽，快点，就要开车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。玛丽，这儿还有座位，你过来吧。请大家注意，我再说一下，我们今天去参观出土文物展览，这个展览大约要参观两个半小时，参观完以后，4点钟坐车回来。要求大家4点准时上车，不回来的同学跟我说一声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大家要记住开车的时间。都上来了吗？好，师傅，开车吧。老师，您到这儿来坐吧。我不过去了，就坐这儿了。你快坐下吧。老师，参观完以后，我想到大使馆去看朋友，不回学校去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二，生词。开会，教学，研讨会，研讨，经过，向，问好，烧，送，过去，过来，辛苦，麻烦，烫，进去，爱人，办事，慢，上来，马上，开车，照相机，照相，座位，注意，出土，文物，展览，展览馆，大约，要求，生，清楚。
师傅，大使馆，大使，专名，台湾，香港，赵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东西，东西，顺便，随便，麻烦，买饭，辛苦，幸福，注意，主意，问好，问号，要求，邀请，清楚，清除。二，朗读。上来，下来，进来，出来，回来，过来，起来，上去，下去，进去，出去，回去，过去，带来，带去，拿来，拿去，跑来，跑去，上楼来，进教室来，回学校来，下楼去，出教室去，到大使馆去，带来一些东西，买来一本词典，捎去一些苹果，带去一件衣服。第十课，我听过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吃过中药。山本，你的感冒好了吗？好了，来中国以后，我已经得过三次感冒了。我一次病也没有得过。你身体真不错。我还住过一次院呢，看过中医，也吃过中药。听说中药很苦，是吗？有的苦，有的不苦。我喝的是中成药，甜甜的，一点儿也不苦。吃了这些中药，我的病就好了。我听说中医看病很有意思。中医看病不化验，只用手摸一摸脉就给你开药方，还用按摩、针灸等方法给病人治病。是打针吗？不是打针，是扎针。你针灸过吗？我做过按摩，没针灸过，但是见过。是什么样的针呢？是一种很细很细的针。没见过。二，你以前来过中国吗？山本，听说你曾经来过中国，是吗？是啊，来过一次。你呢？我没有来过，这是第一次。你都去过什么地方？我已经去过好多地方了。北边去过哈尔滨，南边到过海南岛，东边上过泰山，西边去过西安和敦煌。你去过的地方真不少。来中国以后，我只去过颐和园、故宫和长城。习惯吃中餐了吗？早就习惯了。你吃过哪些中国菜？吃过很多，最喜欢吃的是北京烤鸭。你爱吃什么？中国菜我都爱吃，还爱吃烤白薯、糖葫芦什么的。
看过京剧吗？没看过，听说京剧很有意思，我很想去看看。三，我听过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。爱德华，你说你是个音乐迷，你听过中国音乐吗？当然听过。听过什么？在加拿大时，我亲耳听过一位中国钢琴家演奏的《黄河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极了，真想再听一遍。听过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吗？听说过，但是没听过。好听吗？你听了就知道了。我很想听听，你这儿有吗？有，我这个 U 盘里就有。借给我听听吧。你拿去吧，听完就还给我。一定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嘛。二生词。郭，住院，中医，苦，中成药，甜，摸，脉，药方，按摩，针灸，方法，治，针，扎针，细，曾经，地，中餐，烤鸭，烤，白薯，糖葫芦，糖，什么的，亲耳，钢琴，家，演奏，极了，小提琴，协奏曲，曲，好听，玩，吗，专名，哈尔滨，海南岛，泰山，西安，敦煌，颐和园，故宫，长城，黄河，梁祝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经历，经理，感冒，看报，住院，出院，中医，众议，方法，办法，扎针，查证，演奏，圆球，钢琴，感情。二，朗读。来过，去过，吃过，喝过，好听，好看，好吃，好玩，好极了，冷极了，热极了，好看极了。第一次，第二天，第三年，第四节课。来过中国，吃过馒头，学过汉语，打过篮球，吃过中国菜，喝过中国茶，听过中国歌，看过中国电影，亲耳听过，亲眼见过，亲口吃过，亲手做过。来过一次中国，
吃过一次北京烤鸭，得过一次感冒，一次也没去过，一次也没看过，一遍也没读过。第十一课，我是跟旅游团一起来的。一课文。一，我是跟旅游团一起来的。王老师，您好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好，丹尼斯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前天刚到的。是来学习的吗？不是，是来旅行的。一个人来的吗？不是，我是跟旅游团一起来的，我当翻译，也是导游。你已经工作了？没有，我还在读研究生。是在打工吗？是的，利用假期到一家旅行社打工，他们组织了一个旅游团，老板就让我陪他们来了。他知道我需要经常来中国收集资料，所以一有来中国的旅游团，他就安排我陪团来。这个老板还真不错。是，他给了我很多帮助。去别的地方了吗？去了，我们先在香港玩了三天，又去了深圳，是从深圳过来的。坐飞机来的吗？不是，坐高铁来的。旅游团的人都想坐坐中国的高铁，看看铁路两边的风光。什么时候回去？旅游团后天就回去了，我跟老板商量好了，晚回去几天。我要到孔子的故乡去一趟。今天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，所以来看看老师。在这儿吃了晚饭再走吧。二，你的汉语是在哪儿学的？麦克，你的汉语是在哪儿学的？在美国学的。学了多长时间了？我是从去年暑假才开始学习汉语的，学了一年多了。是在大学学的吗？不是，是在一个语言学校学的。是中国老师教的吗？有中国老师，也有美国老师。你觉得我的汉语说得怎么样？马马虎虎，中国人一听就知道你是老外。一看也知道我是老外呀，高高的鼻子，黄黄的头发，蓝蓝的眼睛。我知道我的发音和声调都不太好。我们互相帮助好不好？我帮你练汉语，希望你帮我练练英语。好啊，不过我的英语也马马虎虎。什么？你不是美国人吗？我爸爸是美国人，妈妈是意大利人。我十岁才到的美国，可以当你的老师吗？马马虎虎吧。不，不能马马虎虎，我们都要认真学习。二，生词。前天，后天，导游，研究生，打工，利用，假期，旅行社，组织，老板，需要，经常，收集，依旧，安排，帮助，帮，高铁，铁路，风光，商量，故乡，自由，活动，马马虎虎，老外，鸭，鼻子，头发，眼睛，声调，互相。
希望。专名：丹尼斯，深圳，孔子。五、练习。一、语音。一、变音变调。导游，倒流，需要，西药，利用，理由，老板，扰乱，研究，烟酒，自由，集邮。二、朗读。研究问题，研究语言，研究文化，认真研究，高高兴兴，漂漂亮亮，马马虎虎，清清楚楚，一听就懂，一看就会，一说就知道，一感冒就发烧，一感冒就咳嗽，一喝咖啡就睡不好觉，一下课就吃饭，一下课就回宿舍，一做完练习就看电视。第十二课，我的护照你找到了没有？一、课文。一、我的护照你找到了没有？我的护照你找到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你是不是放在办公室了？护照我从来不往办公室里放。昨天你办完签证放在什么地方了？放在我的手提包里了。你的包呢？我一回到家不是就交给你了吗？对，我再好好找找。啊，找到了。是在包里找到的吗？不是，在你的大衣口袋里找到的。啊，我忘了，是我昨天晚上放到口袋里的。你最近总是丢三落四的。二，我是球迷。你喜欢足球吗？一般，你呢？你还不知道啊，我可是个球迷。迷到什么程度？为了看球，饭我可以不吃，觉我可以不睡，工作我可以不干。我看球迷一个个都有点不正常。我也承认，有时候迷到了发狂的程度。欧锦赛期间，我像生了病一样，白天想睡觉，一到晚上就特别有精神。你白天不工作吗？这个商店是我自己开的，我在门上贴了一张通知，暂停营业。你还真是个球迷。我还不算最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外国公司工作，为了能去现场亲眼看看世界杯，他向老板请假，老板不准，他就辞职不干了。最后去成了吗？去成了。我真佩服他，能去现场看世界杯太棒了。二、生词。护照，半天，着，放，签证，手提包，包，交，好好，大衣，口袋，丢三落四，丢，落，可，球迷，长度，为了。
正常，承认，发狂，锦标赛，期间，像，生病，白天，精神，贴，通知，暂停，营业，算，现场，亲眼，准，辞职，最后，成，佩服，棒，专名，欧洲，世界杯。五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护照，辅导，通知，同志，暂停，展厅，期间，期限，最后，随后，正常，真长。二，朗读。看了半天，等了半天，找了半天，写了半天，放在手提包里，放在桌子上，写在本子上，挂在墙上，交给老师，借给同学，寄给妈妈，送给朋友，去成了，做成了，写成了，变成了，译成汉语，写成小说，改成绘画，换成人民币。